天哪，太高端了啊！这个裤子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就是马可买的那一条，应该在直播间有见过啊。他花的是多少钱呢？6800。我怎么讲呢？今年这个 TB 实在是太火了啊！不管男孩女孩，我觉得穿出去应该会路人给你投来羡慕的眼光吧。包括呢，这个款呢，现在很多很多品牌都在模仿这条裤子。这条裤子呢，也是属于 TB 家最经典的一个裤子了，没有之一。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，这是他们的小包装的啊，太高级。后面呢，所有的细节满满，正品的就是不一样，包括它的这个小绳子啊，上面都是带这个 TB 标志的，包括很多明星啊，你们的老公肖战、王一博啊，还有某书某物啊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，真真正正的都已经那个价格炒到天花板了，望尘莫及的啊。今天这个裤子你们会为之疯狂的，为啥？估计马可会在我直播间再抢5条吧，然后就搭配我身上的这个小卫衣啊，这个卫衣可不是一般的卫衣 ，TB 家的设计师款，看一下细节，前面是卫衣面料万针刺绣，后面呢是一个针织面料，并且针织一般加不了绒，加不了厚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里面啊，全是那种小宝宝绒，非常的厚实啊，吃土都要把这套带回家啊！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带 TB， 明天一定不要错过，锁定我的直播间啊！